时间2022年6月3日，地点从不乏。又到了看看彩虹敲三沟子的时候了，来看看他们的状况吧。这边呢是我们要开我们的 PM， 也就是彩虹敲名上一次是4胜3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。小心小心，他在那边，他掉出来了，他掉出来了，他掉出来了。但是看起来是公的，公的，公的 PM 2.5，哎，不是 PM， 长青虫，他不像虾的，他真的很像虾的，超像，不像虾的，真的，虾，它都弯弯的，对不对？可以叫虾仁炒饭吗？蛋吧，虾仁蛋，还要蛋是不是？13克，13克，虾仁蛋，虾仁蛋，虾仁蛋。掉进去了，没有？对啊，有三只没错啊，三公子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第二只 PM， 是不是有大、啊？那个 PM 大哥哥长枪，18.9，18.9 ，OK。你要慢慢抽礼品，然后要开罐头，那样转一圈。对。哎，不用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不很难开。可以变变。你看他头朝下，他才不会花时间要下去。他本身就是虾仁跟蛋这种的。好大一只。快点进去，快点进去。分开哦。那就一个月后，这个我的第三公子终于回来。谁？彩虹敲，它是母的，那没有呢。哥，它是母的，它头比较小。真的吗？但我们那天看不是都是公的吗？你是有回吗？哎，没有，彩虹的头看不出来。彩虹头比较不准。14.8克，14.8克，对。有可能接下来这一罐就直接到羽化吗？差不多。彩虹差不多最多两，最多三罐了。啊，最多三罐。其实我跟你说，有可能两个月后还是一个月。就羽化了。时间2022年8月7日，地点从不乏。距离上次换菌瓶已经过了2个月，来看看它们成长的如何。有一只好像迫不及待要当老大了呢。彩虹敲三剑客又出现了，三兄弟，三公子，三公子。然后我们的二哥已经先坏了。二哥没有，哎，他其实是大哥，因为他先出来就是大哥。哦。大哥已经先出来了，没有，他化蛹，就先化蛹。对，我们就去不理他。那我们今天用两只，两个二弟，二弟或三弟，对。现在这只是摸，6月3号18克。OK， 看看吧，16.5克。没哎，16.5克，它还变瘦了哎，它变瘦了。好 ，OK。就要把我们的彩虹敲丢进去。对吧？OK， 再多一点啊，再多一点。好，抱起来。好，贴纸贴上去。这是里面最轻的一只。这个最好把它埋下去。如果说像三零号这种的，你可以直接挖深一点，挖深一点再下去， okay. 才不会让它花费力气在上面。好，因为它已经黄了。对，就不要让它浪费。不要再让它浪费，它已经掉壳了。好小只哦。好小只，对啊，有10克，有15克以上，基本上就有长牙了。哦，好，好的。上，这一只，这搞不好有中长的机会。你看，给你看，12.6克。刚刚说15克有长牙机会，它可能是是青牙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彩虹敲三公子的这个换图了。有一次君，他跟你是同批的吗？快，可是他不是最大只，所以我很期待剩下那两只的彩虹。希望我们的彩虹敲三公子能顺利平安的长大。大家也可以在留言板留言，猜猜看大公子是什么颜色呢？记得订阅小敲频道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的影片哦。